好啦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咧而家咧就好快將小測嘅題目咁啊做多次俾你睇喎。好，呢條俾咗個棒形圖你咧，就唔同雪糕口味。佢就話啦：咦，求隨意選出一個小朋友，佢最中意食芒果味或者雲呢奶味嘅雪糕嘅概率。好啦，記住解題咧就 P 係咪啊？喜歡芒果味或雲呢奶味啦。OK， 為咗 P 所需事件 ，OK， 好啦，等於咩咧？等於咧分母就係總人數，總人數點睇啊？就係六加十一加八加三加五再加二，如果心算冇錯咧，就應該係三十五嚟嘅。OK， 咁可以用計數機啦。好啦，而家我要芒果味或者雲呢奶味喎，雲呢奶味係醫學。芒果味就是上面醫學，就是六加八 ，OK， 就我要的嘢啦。所以咧計出嚟咧就係三十五分之十四啦，咁就非常簡單，完成第一條咯喎。第二條抽啤牌，好啦，抽啤牌話明唔包括小丑牌啦，隨意抽一張求概率。A P 抽中黑桃嘅概率，抽中黑桃嘅概率幾多啊？咁其實你只有十三隻啦，黑桃。即是葵扇了 ,ok, 黑圖即是葵扇了喎。好啦，跟住留意了喎，咁總共是五十二隻啦，而家我要是十三隻，所以佢揀之後呢就是四分之一 ,ok, 好啦 ,B part, 要抽出的牌是 J 喎，即是 Jack 啦，有幾多隻啊？其實一副啤牌裏面呢就有四隻是 J 嘅，所以呢佢揀之後呢就是十三分之一啦。好啦，問題最難咧，對同學嚟講就係 C part 咯喎。要不是，其實不是，其實簡單嚟講用一減就得啦。要唔係黑桃或者唔係 J 嘛，係咪啊？依啲都唔係。好啦，所以我點樣做咧？用 P 括號，不是黑桃同埋不是 J， 就等於咩咧？分母 ，sorry， 應該咧就等於咧一減幾多咧？嗱，記住。成副牌都是五十二隻，先減去黑桃，減咗黑桃有十三隻，係咪啊？減咗 J， 即係依度啦，括號啦，係加嘅，即係有黑桃啦，有 J， 但係記住依度重複數多咗嘅就係只黑桃 J， 係咪啊？你會出現兩次噶，黑桃出現，黑桃 J 喺前面依個出現一次，黑桃 J 喺後邊亦都出現多一次，所以重複咗數兩次，所以咧。我要減翻一，咁就 OK 啦，係咪？數多咗一個，咪減翻佢一個咯。所以就係一減五十二分之幾多咧？就係十六啦。咁約減之後咧，一減五十二分之十六，咁啊五廿二減十六咧，其實就係三十六分母就係五十二。約減之後，三十六同五廿二約減之後咧，你就會見到。應該咧就等於十三分之九啦，咁就好簡單完成咗第二條咯喎。OK， 好啦，去到第三條咯，擲骰仔嗱，擲骰仔你就要諗諗啦。嗱，而家我成日都教同學畫圖，咁係咪要所有嘢畫曬咧？其實唔需要，你畫到大約嗰樣嘢就得噶啦。好啦，第一粒骰有一至六，第二粒骰有一至六咯喎，係咪啊？好啦，而家要兩個偶數，簡單嚟講就係二二啦，四四六六，啱唔啱啊？跟住四二四四四六，跟住六二六四同六六，其實有九個數嘅。所以 A part 咧，簡單嚟講就話啦，咦，我要兩個偶數喎 ，P 兩個偶數嘅概率就應該總共有三十六格嘅，因為六格成依度六格。依度六格，所以依度有三十六格啦，就係三十分之九，就應該係咧四分一。好啦，去到 B part 啦喎，佢要個積係十二，積嘅意思就係乘完之後嘅答案。咁你諗下，其實積係十二，仲有啲乜嘢咧？要乘埋係十二，咁我喺依邊做個簡單嘅草稿啦。好啦，一乘咩都去唔到十二噶嘛，其實我知道二乘六等於十二 ，OK 冇啦喎。跟住嗰行就係三乘四等於十二，啱唔啱啊？再下一行就係四
乘三等於十二，五乘埋都冇十二噶啦，跟住就六乘二等於十二，係咪得四個啊？所以 B part 個積要係十二咧，就係、是、應該係三十六分之四啦。約簡之後就九分一。好啦，留意埋 C part 啦喎，最尾佢要我今次要咩咧？兩個偶數，即係依度要曬啦，兩個嘅積。乘埋十二，即係要依四個咯。但係你諗下，有邊啲係重複咗？依一個同依一個重複咗噶嘛？因為兩個都係偶數。好啦，我用翻對上嗰條例子。好啦 ，P 括號啦。好啦，今次係加埋咯喎。其實所以就唔使一減啦。我知道總數係三十六。好啦，要兩個係偶數係九啦。跟住要兩個嘅積係十二，有四個。但是你數多了兩次，你數多了兩次 ，OK， 有兩個重複了，所以減翻二啦。所以咧，九加四係十三啦，係咪啊？十三減二，十三減二咧就係十一啦。所以就應該係十一 over 三十六啦。呢條就完成咗咯喎。OK， 好啦，去到第三條咯，睇睇睇啦。第三條講咩咧？佢話好好2020嘅奧運會，咁有兩個城市甲可以舉辦嘅概率，乙舉辦嘅概率。OK， 好啦，俾曬你啦。如果得一個城市得嘅啫，但係要留意甲乙都唔得，均不能，要兩個都唔得嘅概率係幾多咧？如果你課堂記得，畫個表就已經處理到啦。好啦，我將甲要寫到啦，一係就得，一係唔得噶嘛。好啦，甲 OK 嘅就0.23啦，乙 OK 嘅就0.19，即係話唔 OK 嘅咧就已經係1-0.23噶咯。如果甲嚟講，所以甲唔 OK 咧就係0.77，乙唔 OK 咧就係0.81，所以要兩個都唔得啊嘛，係咪同時唔得啊嘛 ？P 兩個都唔得就會等於。0.77乘0.81啦，咁用計數機咧就會計到大約等於0.62啦個概率，所以三條同埋同四條，希望同學都可以順利做到啦。OK， 咁好啦，咁我高啲 plan 翻一次俾你睇睇啦。希望依份小測可以幫到同學理解多啲啦。OK。拜拜。